别磨叽了，快点往上上。老师，我来看您了。等我一会儿啊。哎，后花园再往起翻。这简直是不住了。一首歌的时间啊。又是情歌王啊！嗨，这帮孩子就得练，不练哪能出真功夫呀？这不跟你们当年一样吗？哎，李丽。 我的五大行坏了，麻烦您明天给我带一双新的。我没有钱，没钱？那是你的事儿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你要是明天带不来新的，那可就是咱俩的事儿了。嗯，你们都别跟他玩，他上次还说你俩坏话呢。老师，他怎么？你不知道啊？ 他高考的时候拉肚子了，作文都没写完，知道自己今年考不上了，这不早早又来复读了。那他是不是就得那叫我学姐呢？妈，我把中考证号给你，你帮我查吧。来，妈看看啊。我紧张。再差能差哪儿去啊？隔壁壮壮才考了200多，你能比他差呀？ 你这成绩怎么空白的呢？每天骂送你去考试了吧？在参加高考了吧？没睡过吧？答题卡写了吗？已经考场了吗？没卡呀。那这怎么没成绩呢？哎，妈妈妈妈妈，你快看下面的题。你已经进入全省前50名。孩子们，做到了。喂，他答应你啊。